Hello， 兄弟们，看一下这个麦芒七啊，机器严重变形啊，后壳既然玻璃的没有烂掉啊，证明这个牌子的壳子也是非常到位。看一下中框都是严重变形，现在前屏直接摔报废啊，摄像头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问题。现在是手机不开机，而且老铁要保留资料，有点难呀、而且是被上家维修过的，壳子也是被打开过的。等一下咱们拆开检测。双击关注，马上为老铁维修。